哦，抛的狙，好凶哦！想玩，任何地方都可以是战场，突破框架，享受全新的游戏体验。 超过1000款游戏，简单免下载，任何装置摆脱限制，全都在 GeForce Now。 我想烧一张中间比较空旷的图，就不要有太多障碍物，想打摔跤。这没比较好啊，我是想要狠狠的把人丢出去哦，然后把他们狠狠的摔出去而已。带个红配，我感觉我应该是进去输的。 一样吗？只按右键，我想直接投降，没风窗，然后玩这张图，右键都不知道锤不锤得到人，想投降了。<笑>这张图的那个叶子的判定超大的啦，怎么玩？开摔！ 完了，没摔到，差点撞到树。他飘独角兽哎，完了，一手发电机。 我才摔到一个人而已，怎么一台了？又怎么的呀？我带个快机好一点，但台人风机应该是不差的啦。没事，我再打摔跤的，我不在意。 他怎么翻窗，然后走这？摔跤？看看哪里有发电机？这里有。对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我的倒地风机会先触发我的爆发吗？触发完再封还是？ 就完全没效果。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，去哪里？标枪情报啊！直接开始玩 Rumble 哎，倒地暴击。可是我刚刚那个是直接抓在背上，所以我在想是触发哪一个先。 因为这只鬼比较特别，它的右键是会直接上肩啊，<笑>真的很好笑啊，这个摔人，我是800的力量人哎。 哎，黑了吧这里？看到人救了，他快饿挂了，我是不是要阻止他们救一下？完了，BBQ了。 完了。
耍白痴，第二次。电影跟爆发哪个好用？应该是爆发好用一点。欸，没有，欸，其实要看角色跟地图，欸，我觉得要看角色跟地图，没有一定。狠狠的摔，欸，重点是他为什么放着补血让我摔？会怕哦，到我触手的厉害，会怕就好。嗯，奇怪，这个雷贝卡嘞，怎么不见了？哎呦，这样还吸到他，好扯哦！让他的头穿模，吓了我一跳。他一定不知道我只能按右键，他一定会傻傻的让我抓。哎呀，完了，好丑！完啦，只能按右键，真的好痛苦哎，欸。I expected more from you. Hang on, 跟大黄有人。思思思，感谢29个月。No， 来不及。啊，卡枪，卡到那个叶子，不然他应该会死的说。哈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机会有机会。想跑，哇塞，他的龙太敢撞了吧。我怎么感觉有机会抓完啊，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的强烈，好像抓个完耶。把板子踢一踢好了，不然等一下我又耍白痴。
完了，我好像应该待在钩子的那个人旁边呢，不应该跑来这的。我吐了。Are you trying to make me angry? 卡特卡住。Are you trying?点是真的难追，那我就追那个。太早跑了吧？这两个点我怎么感觉来来回回会被他们耍成白痴啊？先把这块板子踢掉好了，他这个板子不翻太麻烦了。啊，他不倒，那也发现机块被修好了耶，我感觉。我刚刚是按左键吗？我刚刚好像按了左键呢。有喽，报到喽！啊，这个可以斩，忘了，忘记使用特殊打击器了，忘记啦。欧咖喱，等那个欧咖喱，咖喱是什么意思？我去锁发电机。如果我们还想全摔的话。半天，结果我还是没摔到他，很难呐、啊，很难呐、啊！你们以为摔倒这么容易是不是？很容易被扭掉啊！光追错边了，不应该追这个方向。还是翻窗加速，好快啊！刚刚有一个冲动，我差点又按左键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真的有个冲动想按。出去吧你！有喽！先飞砍再砍倒，没有，我没有要砍人，我只能按右键。哎，这个还没那个吗？这把我们赢了，我只能说我们赢了，三连，三连，而且整条没反。
怎么输？不可能输啊！单连然后加上快击技能，不可能输。嗯，明明就有人点那台发电机啊，人呢？啊，那个血迹是钩子上下来的人啊，我不知道找他。我没有要找钩子上下来的人，我要抓另外一个。他是真的敢，哎，完了。六球了，六球了！抓到一半还滑手是怎样？特殊打击技。啊！又撞到树了。当地主真的超容易撞到那个旁边的树叶，超容易。有个该不会在地下室吧？看起来怎么那么像在地下室？啊，等一下再来找他好了。没有哎，他在这。啊，被修完了。但好像要跑一个嘞，这样好像跑一个嘞，啊，算了，不管他，多扁一个。斩杀前还会被打一巴掌，对啊。等一下哦，那个人感觉在门口耍白痴，我看能不能杀他。啊啊！没抓到，好大声！